最近怎么样呀？克洛伊，最近怎么样呀？孩子，你准备好学习一首新歌了吗？我们开始表演吧。怎么了？我不知道，我准备的还不够好。你在上节课最后也是这样说的。现在你能弹这个吗？当然可以，这很容易。现在觉得容易了？你第一次看到这些音符时，我以为你的眼睛会从脑袋里蹦出来。但接下来的这个真的很难。不，你能行。克洛伊，最近怎么样呀？
山东，一小坡我掐戳若落掐。Thank you.
弯弯眼睛眨眨，心动的世界变得好。睫毛弯